看到顾卫为林孝穿衣服的各种小细节，太酥太暖和了，男友力爆棚。让我们谈谈顾卫是多少人梦中的白马王子，然后三观正，性格好。假如说高喜是个清冷气质的美人，那林之孝是个纯真活力的少女，像太阳一样照进了顾卫的眼睛和心中，给顾卫的世界带来了不同的光芒。自从遇到林之孝以来，顾了任督二脉突然从钢铁直男变成了套路高手，不仅会撒娇卖萌，还会装病求和。以前只喝开水的他也喝可乐，还用火锅油条都不忌口，更接地气，更烟火气。遇见爱情后也变得更加开朗，笑容更多，露出幼稚的一面。当然最令人兴奋的是对女朋友的无限爱，这种宠爱不仅给了他独特的宠爱和偏爱，也隐藏了对他的尊重和承诺。作为医生，顾卫对每一位患者都尽心尽力尽责。作为男朋友，顾卫给足了女友安全感。恋爱前他绝对是钢铁直男一个，时刻和异性保持距离，哪怕是恋爱自己多年和他一样优秀的高希也从不搞暧昧，对高希的表白果断拒绝并给出理由。这部剧的每一个角色都很讨喜，哪怕被暗恋多年的人拒绝，高希也一样笑着送上祝福，这份洒脱让人心疼又让人欣赏。被圈粉了，比起高希多年的陪伴，林之孝就像太阳一般照进了顾卫的眼里，撞进了顾卫的心里，为顾卫的世界带来了不一样的光芒。当然最让人心动的一点就是对女朋友无限的宠爱，认定即是一生，用心去经营，真诚且尊重恋人的想法，真的被顾卫正确的爱情观打动了。前方高田预警，余生夫妇上演处处吻、烟花吻，认定是一生，用心经营，真诚尊重恋人的想法，真的被顾卫正确的爱情观感动了。前方高田预警，余生夫妻上演处处吻，爱到深处，恰到好处，又酥又欲，又甜又撩，每一次亲吻都充满了爱，每一次接近都深情，浪漫又美好，很刺激。